从出生的那一刻，我们追寻着更多快乐，可是人生很独特，从来没有使用手册。尽管道理有很多，总有人在宣扬着，但却未必是对的，因为不同人生，一切不相同。我知道有些事并不能改变，也知道有些人只适合怀念。人生如此，聚散有时，才有了遗憾这个字。我知道过去的并不能改变，也知道想要的未必会出现。正因如此，整段旅途有趣很多，才值得去走过。时光的计程车承载着青春飞驰而过，我们忽然才懂得，原来付出如此之多。尽管道理依旧多，仍有人在宣扬着，终于明白怎样的审核自己人生，是不是想。我知道有些事并不能改变，也知道有些人只适合怀念。人生如此，聚散有时，才有